聚焦强国利刃，直击强军征程。各位好，欢迎您收看融媒体周刊利剑。天山脚下有一支被称为天山雄鹰的突防突击劲旅，他们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严寒环境中驾驶歼击轰炸机挑战锅底飞行，在复杂气象条件下开展浪上飞等高难度训练科目。今天我们来跟随记者看天山雄鹰如何傲霜斗雪，锤炼制胜本领。机场的跑道刚刚经历了一场大雪的洗礼，场务连的战士们紧急拉动，对跑道上的积雪进行快速清除，实战化训练即将展开。我现在呢是在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的机场，此时呢飞行员驾驶歼轰 7A 战机呢正在平机平上滑行，马上准备起飞。今天呢他们将在山谷当中超低空穿行。485计时，山谷低空起飞。明白。渐行渐远呢，歼轰 7A 战机已经向山谷飞去。我身后地面上呢铺满了厚厚的积雪，那么在这里呢此刻的气温接近零下20摄氏度，除了气温低呢，他们在山谷当中呢还有可能会遇到强气流，那么这样也非常考验飞行员在冬季复杂气象条件下的飞行能力。抵达山谷航线后，飞行员依据地形起伏和山谷走向及时调整飞行动作，并时刻分析环境，制定最佳突防突击路线。低空超低空飞行是歼击轰炸机部队的看家本领，也是突防突击的重要手段，尤其是穿山谷飞行更是被形象地称为锅底飞行。作为难度系数较高的实战化科目，对飞行员的操控能力有很高的要求。低空飞行的时候速度很快，看这些地面的事物看得很清晰，所以对我们飞行员的这个视觉冲击很大，造成的心理上的影响很明显，遇到突发情况处置的余地很小，会造成一些难度。50米左右。作为一型老牌歼击轰炸机，飞豹一直是空军航空兵对地面和水面目标执行战术打击的中坚力量。在空防技术日益强大的今天，依托地球曲率绕开敌方雷达的探测进行低空突防和精准突击，仍然是歼击轰炸机部队可靠的杀手锏。要实现隐蔽迅速、精准到位的突击，就要飞得更低一点，再低一点。这支空军航空兵部队紧跟任务需求，通过大量日常穿山谷、超低空、实弹射击等训练，锤炼突防突击实战能力。在作战中，飞行员不仅要操纵飞机，还需要随时观测显示器上的数据，判断作战环境。由于歼击轰炸机挂载武器弹药的数量和种类比一般歼击机多得多，在应对不同作战环境时，武器弹药不仅要快速切换，甚至还需要额外的人工干预来保证精度。如此一来，飞行员注意力容易分散，导致任务完成度降低。为此，歼轰 7A 采用了双座舱设计，前舱飞行员和后舱武器管制员分工明确，密切配合。田心就是一位在2020年获得金飞标的前舱飞行员。在突击的过程中，前舱更多的是对飞机的一种操控，但是后舱需要进行弹药的选择、加载。如果是精确制导武器呢，那前舱创造好这个发射条件，后舱则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来完成对目标的搜索、发现和识别。
并且需要准确的标定，在整个的过程中，前后舱都需要去密切的配合。朱宇是2020年金飞镖比赛中获胜机组的后舱武器管制员，目视侦察犹如大海捞针，考验飞行员的眼力、手工，更要求飞行员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任务组在几十公里范围内，随机布置了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小目标，供我们这个去搜索和发现。不依赖外部设备，我们把这几十公里范围内地形地貌都刻到脑子里，同时呢，在脑中形成一定的网格，在空中一旦发现类似的，迅速在脑中搜索，通过网格定位迅速发现。为了提高航空兵部队的多样化作战能力，2015年，人民空军首次在海上方向组织金飞镖比武。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只平日远在西部内陆的天山雄鹰一鸣惊人，一举夺得比武奖杯。那年是我刚改装完成，作为一个内陆部队，当时通知我们要参加海上突防突击的时候，大家心里都很慌。找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湖泊，我们可以把它做仿真，作为一个海平面，利用这个湖面短短的30-40公里的距离，作为海上我们突击过程中的最终的一个节点。下降高度，俯冲升空速度。战机飞行高度在1000米以下称为低空飞行，高度100米以下的是超低空飞行，30米到50米的飞行被形象地称为浪上飞。飞豹战机以超低空高速掠海飞行，气流极不稳定，极度考验飞行员的操纵能力。这样的超低空海上突防突击可以出其不意打击水面舰艇，而这一战法对于飞行员来说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量，堪称魔鬼般的考验。为了磨砺海上突防突击能力，这支内陆部队克服环境限制，以湖防海，研究战术战法，进行大量训练。从据守天山到飞越天山，在祖国西北边陲不断锤炼制胜本领，守护祖国西部空天。10月雪飘，4月冰消，身处群山环绕之中的机场是常年白雪皑皑，冬季时间长达半年。在这样恶劣的天气情况下，飞豹是越练越勇，化解种种严寒气候带来的难题。水车加热水车相结合的方式正在进行除冰雪，强追车的话就是预防这个结冰，像这种在低温和雪比较散的情况下的适合用强追车进行除，但是雪比较粘的时候就适合用热水车进行除冰雪。那像这种风雪天气的话，我们这个除冰除雪的时机是什么样的？以前在我们航空兵部队有这样一句话，下雪就是预令，雪停就是动力。但是目前随着我们装备的更新升级，同时也是为了适应这个战备保障新的形势变化，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恢复机场战备值班能力。飞机起降时对机场跑道有着极为严苛的要求，任何一点附着在跑道上的冰雪都可能导致战机偏离飞行路线。此时9辆冷吹车在跑道上展开队形，刚刚还积雪成冰的跑道，在冷吹车和热吹车的配合下，冰雪很快被吹得不见踪影。这就是这只天山雄鹰全时能战的秘诀之一。
油。基地加油需要基于战机有效制空时间和作战半径，根据任务预设的环境和计划综合考虑所需用油量，确保执行完任务后剩余的燃油可以让飞机安全返回基地。还有一项充满火药味的工作，就是将任务所需弹药挂载在飞机上，背后也一样有着复杂的学问。外挂装置不是说挂上去就好了，我们有前后四个止动器，必须按照规程规定的顺序和力矩拧紧止动器，以保证各型挂载的水平位置并防止其摆动。另外对激光吊舱而言，有利于提高瞄准精度。飞豹强悍的挂载能力让它从传统的歼击轰炸机变身为集火力打击与电子攻击于一体的作战平台，在信息化战场崭露头角。作为国产战机当中少有的能够同时挂载空空导弹、空面导弹、激光制导炸弹等各类国产精确机载弹药的一款战机，飞豹能以强大精准的火力摧毁各类战役战术目标。除了实体弹药，飞豹还可以挂载电子战吊舱，在无形的电磁频谱空间致盲压制敌防空体系中的雷达，为空中突击兵力提供伴随掩护，开辟安全突防走廊。此时呢，我们听到边上的战机发动机的轰鸣声也响起来了，机务人员呢正在进行试车暖机的工作，通过试车暖机呢来检验飞机各项工作是否正常。发动机的轰鸣声响彻机场的上空，我也深刻地感受到整个带弹的紧张气氛，他们的战备飞行是随时准备拉动的。宁静的夜晚被骤然响起的警铃声打破，空中一次出现不明空情，飞行员紧急出动前往目标空域进行处置。现在飞机蓄势待发，飞行员马上升空进行不明空情的处置。歼轰7A作为全天候歼击轰炸机，具有夜间及复杂气象条件下全天候飞行和低空突防作战能力，兼具夜间作战任务。为了能够在夜间及复杂天气条件下执行作战任务，飞豹配备了高分辨率的频显以及综合导航设备，这就使歼轰7A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全天候飞行和作战能力。飞行员在空中能够清晰地看到山沟、岩石、桥梁等地面状况，在黑暗中进行低空、超低空飞行时也不会迷失航路方向。对现代战机来说，同时实现对空对地精确打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相对于背景干净的天空，复杂的地貌会散射回大量杂波，给机载雷达的准确性带来较大的影响。歼轰7A装配的综合航电火控系统，其核心就是一部高性能多功能脉冲多普勒雷达。这种雷达对信号处理模块进行了独特的设计，具备对海、对空、对地、辅助导航等多个模式，在不同的战斗中可以根据需求及时切换，还可以同时跟踪打击多个目标。歼轰7A飞机对空军航空兵的意义还在于使其具有了前所未有的跨兵种作战能力，因此还是我们空军航空兵可信赖的主力战术攻击机之一。改装飞豹以来，我们上高原、战荒漠、飞远海、出国门，经受了多项任务锤炼，不断加强实案化对抗性训练，加强应急应战专攻精练，对接战场、瞄准未来，部队突防突击能力稳步提升。随时起飞，随时待战，飞豹一次次冲向蓝天。正因为飞行员们日复一日的苦练精飞，才有了祖国边疆天空的和平与安宁啊！而在共和国广袤无垠的领空，一柄柄防空利箭编织起的是疏而不漏的天网。
有这样一位铁血铸舰的型号总指挥，他力主研发，让威猛红旗迎风招展。他艰苦创业，让新锐导弹走出国门。今天呢，我们要带您走进第三代防空武器系统总指挥沈中方的导弹人生。2004年第五届中国航展 B611 战术近程地地导弹吸引了众多目光，西方媒体称它密林野獾。密林二字揭示了这种导弹将以大山为伴，密林为伍，极具神秘感。事实上，在这次航展之前，人们很少有机会一睹它的真面目。这一年 B6 系列背后的操盘手沈中方已经70岁了。20世纪80年代已经在导弹研制领域奋斗近30年的沈中方，决心研制一款能走出国门的导弹新产品。咱们能不能够打入国际市场的一个产品，而且这个产品呢要有先进性。那么现在国外好多国家要什么呢？地对地的导弹。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我们的防空导弹武器的一些好的指导方法用到对地面的导弹上，这个是个新想法。开始的谁也不敢这么想，我们想了，开始有好多专家也不同，我就跟你说到原因，不但能打固定目标，还能打活动目标。你就明白了，活动目标路上的再告诉你，海上的更跑不了嘛，个儿那么大，对不对？这份底气来自于沈中方早已摸透当时的地地导弹。导弹的弹道是个抛物线，前半程控制，到最高点便关掉发动机。导弹依靠惯性直接落到地面，只能打击地面的固定目标。沈中方认为，如果借鉴红旗一号、红旗二号地空导弹积累的技术经验，可以实现全程控制，直到导弹引爆。作为型号总指挥，沈中方一头扎进研制任务中。仅仅一年多时间，地地导弹就问世了。然而，第一发导弹在万众期盼中发射，才飞出去10千米就爆炸了。第一发，啪，空中爆炸了，出去10公里空中爆炸。哎呦，当时大家都灰心丧气，哪一个高新技术一下子就能成功？不可能。所以别怕失败，我们应该正确得到这个事儿。而且把这个原因找出来。后来我们发挥集体的力量，我的计算机的问题，其实是解决风力的时候干扰引起的问题，战斗部起爆了。顶着巨大的压力，沈中方和试验人员继续埋头苦干。很快，他用事实证明自己的设想并非空中楼阁。靶场见证了他们连打10发导弹、8发成功的成绩。如今，早已走出国门的 B6 系列导弹已经实现了4代型号的更新换代，并在不断改进升级。1959年10月7号，萨姆二导弹击落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 RB-57 地形高空侦察机，开创了世界军事史上地空导弹击落飞机的先河。25岁的沈中方刚刚跨入导弹研制这个门槛，就深刻体会到没有导弹就没有国防的真实含义。将来要搞好空防，除了飞机以外，必须要有先进的导弹武器系统，所以终身要献身这个事业。1965年4月9号，8架美国海军舰载机 F4B 鬼怪式飞机侵入中国领空。中美空军于3000米高空展开缠斗。F4B 率先攻击，近距离发射8枚麻雀3导弹。除误伤队友的导弹外，还留下了4发未爆炸的导弹。沈中方将目光聚焦在麻雀三的大脑，也就是导引头上。麻雀三导弹拥有导弹天线小型化，弹上采用液压伺服系统，导弹依靠飞机雷达导引的连续波末制导等先进技术，
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90年代，麻雀三导弹及其改进型号，长期作为超视距空战武器投入使用。沈中方提出将麻雀三导弹有关技术用于中低空导弹，这就是红旗61号最早的设计方案。1966年，红旗61号进行模拟弹飞行试验，取得成功。1970年，36岁的沈中方担任反机型号武器系统的抓总工作，这是我国第一型空天防御导弹。新型号由于速度太快，在大气层飞行时，表面摩擦温度很高，这就需要很好的耐热材料，钢、钛合金、铝等材料远远达不到标准。沈中方翻阅了上百本专业书籍后，找到中科院涂料研究所，经过上千次试验，新型有机涂料完美解决了反机型号的耐热问题，而且涂层比预想的还要薄。发明一种涂料，哎，我能防热，当然这个超过我们的范围了，然后让我们国家国内有关单位合作，这个问题解决了，对以后发展的高超运输武器啊，起到了很重要关键作用。所以我们系统呢，不是一两年搞出来的，是我们靠我们国家各单位共同努力的结果。从1970年到1979年近10年间，他所负责的型号研制取得重要成果，并成功完成4次飞行试验考核。特别是他提出的导引方法、防热涂层技术一直沿用至今。此时，国际军事战略已经发生改变，从一开始高空硬碰硬的对决，演变为同样重视低空打击。沈中方又担任红鹰5号导弹总指挥兼总设计师。短小精的红鹰五号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他和团队仅用1年多的时间，就使红鹰五号顺利定型。定型了，装备部队了，所以现在看起来，搞得咱们这个先进的武器系统，每个环节都是很关键的，绝不能小看了，要反复做实验。他们很，哎呀，你们真不简单。我说我们没什么不简单，其实都做了一些工作。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我国对空防御能力已不能满足现代作战需要。当时第三代地空导弹爱国者已经实现全空域打击多目标。沈中方意识到研制出具备抗干扰能力强、抗多目标打击、导引先进等功能的第三代中高空中远程防空导弹武器系统是义不容辞的使命。研制团队提出了垂直发射、结连贯导、相控阵雷达等一系列技术指标，特别是上不上主动末制导是一个很有争议的关键技术。一开始的有不同看法，特别是其中一项技术，就是要解决多目标、解决精度。我说我们能搞出，相信我们的力量，就要上这个，上难的、先进的。结果解决了，而且我们搞出来了。真棒。事实证明，正是采用了主动末制导，第三代防空武器系统具备了同时打击多个空中目标的能力，从而奠定了该型号在第三代中高空中远程防空导弹武器系统中的领先地位。从无到有，从近到远，从长鹰在手到红旗如画，如今沈中方已年近90，隐姓埋名60余载，他一辈子都在磨砺国家的剑和盾。我们爱什么？爱我们的国防导弹事业，最大的幸福的为国家的国防事业奋斗，自己一辈子就献身这个事业，一点没有懊悔。我有时候还大笑一下，这辈子没白活干了一件事。好，欢迎大家扫码关注我们央视军事和利剑央视频号，或者通过央视军事的微博微信来和我们互动。好，利剑，我们下期再见。